天快黑了，殡仪者马上就会出现，我得离开这儿。我需要武器和药品，加油站里也许能找到，但愿里面是安全的，我可不想受伤。那边的是变异者，得小心点，在这里受伤的话就麻烦了。我需要抗体药剂，但愿这里还没被拾荒者给掏空。见鬼，是个空罐子。抗体药剂，它可以治疗初期的变异症状。赫米亚，谢谢你。糟了，这里有变异者。这些怪物简直没有营养。强声会引来更多变异者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慢一点，放轻脚步，但愿变异者不会听到我。那边好像是个废车场，看上去很危险。可恶，这条路的前面全是变异者，只能去废车场里看看了。谢天谢地，手电还能亮。好了，该死，那边有很多废弃的汽车，这里面的变异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谢天谢地，我有把好枪。这个火花塞看起来应该能用，那边是修理厂房，
应该能找到我需要的工具。我还需要一些汽油，在这附近找找看吧。这地方让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得快点离开。成功了，这里不适合开动车辆，往前面走走吧。怎么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？这里是渡鸦避难所，如果还有其他人，其他任何幸存者，请回答我，我们的位置是……太好了，对讲机恢复通信了。渡鸦避难所，我记得这个地方。什么人？出示你的，看起来就跟我来吧。检查站在那边。这边。就是这儿，好好配合检查。欢迎，是麦克医生。入口处发现伤员，请尽快过来。是辛迪，由于你是初次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我们向你介绍，我身边这位是麦克医生，他会负责你之后的检查和治疗。我是麦克，跟我来吧，我会给你找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。啊，这边走，年轻人，别跑那么快。我这把老骨头可没有你的精力。看看这个地方。你能想象到这里最初只是一堆残垣断壁吗？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Ken、秀爷、Kesley 是渡鸦小队建设了这一切，并赋予避难所新的意义。河边的农田和牧场曾经是一片荒地，是 Ken 带人找回了作物种子和家畜。主楼的信号塔和直升机，我不知道凯瑟琳花费了多少心思才让他们运作起来。他话很少，但很坚强。我们还有一所学校，是秀妍建立起来的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年轻人，今晚你就住在这里，相信我，你会爱上这